回去能看得清楚。 别人也录一录，对，再录录别人，跟上队伍啊，别拉后。 换动作了，哎，这动作一定要把老头录上。完全找见了，带回去研究研究。谁带回去？这也不傻乎，你看，哎，在这个角，你就可以让你看一眼睛。 白沫子，看他这个好头啊，这个好像。他这个又能。现在叫白沫，好白沫。哎，前头头啊，你看看。要不然，哎，你就飞过来了。咱们这帮女工都好啊，你看看走。 啊！对，快点！
这个好玩，就像那农村的耍了龙门一样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像耍龙门似的，是吧？很简单的玩意儿，哎呀，是练出功夫来就挺不容易。就把这好东西整捏一起来，变成一上圈也不容易。没有，你看这，那咱都不走滑梯，进走柔筋了，知道不？应该是滑，滑不了一圈，走不了滑梯。那像耍龙门一样。后边弄我后边呢，他们走的都比我强，我都去追他们啊。这就是接手对方一两手啊，你们瞅拿腰一带一接。一个新动作，那是你在多看几个嘛，是吧？对，这手脚都一起走起来，哎，手和脚同步，它一起走起来，像武术和一块走道的不一样。
个更好玩，像划船一样，划桨的哈。那桨他他进去，哎，他上一来，像划桨一样。是吧？主要是要这来传到手呗。那完事儿，他们后头。小张啊，坐坐坐。一个人到那个大雷起，他走在路上了。啊，大雷起。对对对对。他到那一起，他能弄下来。那镜头挺大的。刚刚比我刚才上次的事儿像不在了，现在最近懒点了，又做重庆了。跟胡老师让体会体会胡老师的劲儿，原来都练好几年了。换行的时候吱一声，啊，又换了吧？哎，换，对，你就录就行。就把他那个手的那个小动作都看出来，你可以走一走，哎，哪看不出来走一走，哎，往跟前看一看也行。手法，哎，不超过这么点儿，那两个手都能看见的地方，你那光看一个人后背不行，哎，你这个这个一男一女为主，那二位是为主，哎，看有劲不？哎，好，没劲吗？你看你劲，我都让你卸了，你把肚子炸下去，炸下去，把劲都用上，你看这样你得劲吗？这样是不是得劲？你站好，得劲吗？我弄你得不得劲？这样你得劲吗？还不得劲啊？这样不得劲，那我退一下得劲吗？你看呢，你开始走了，你看呢，没什么呢，我就找你，连一个红就回来了。哦，他得什么？他用劲这么大，在你最有劲的时候吧。哎，你就让哎，始终抢拍他俩中间，这俩手全看着。我就可以画，因为手一朝后起来，手一朝后，没看见。
不能靠你。这个这个啊，麻烦这玩意儿。老王，要是我就走，你还走咱们？你走，我不要卖，你走，把我走外面去。啊，看见没？没。你呀，我这头头哟，把你那些要你，这就太大了，但是咱们都外面去。我让他们看一下。啊，看吧，所以要打游街机就叫运动战，知道不？听了明白不？哎，什么都是的呀，就反观你都不跟你较劲，你看你弄，你弄吧，你看我就不花你哈，我不整理，你使劲整吧，你去吧，去舍不着你，你去吧，你看没？不起作用，我一放纵你就不起作用了，你看我要弄你，你就受不了，看，是不？说你不放纵你硬了，你劲儿大，是吧？你看我不跟你使劲，你都使不上劲儿，因为你到了极限，你没有劲儿，你再比更强。你去去去，你看吧，你已经到了极限了。这次我要去你，我早把你打了啊！你再去看啊，我少而一点，我也就说你来吧，来，你看看啊，看看，一点就完事了，知道不？反正我要机会一点，啪就狠狠拿。一拉，你看我什么时候成的？知道吧？它是那么变化，这都是动物的心态，因为它这神出鬼没这玩意儿，知道吧？但要跟你不一样。我站了站嘛，它主要是来打游击运动的。哎，你看它给你钻穴是吧？钻穴你就不好整了。你有劲的人嘛，他怕没劲儿的。俺们这也有的有劲，有的听劲儿敏锐，听得清楚，反应不用力了，用的睡觉了。哎，不用力他们难。哎，就像你不用力难。没劲儿打，没劲儿打。啊？不，他跟你打一次，你看，你打到我手，我看你有多重。就打手啊，就这么的。我看你打的准不准确，有没有力量？你打不出手性。啊，你有多大劲使多大劲，你要打到这个你就不对了，打到你超过了，看来你打近半截，前半截，有多大劲使？你这饭店都，你这饭店脾气脾气，你看我前一阵打的，你看啊，我勤劲，我不使劲，你看你拿着劲打的，咱劲，你看我再打一下，你看看啊，勤劲，别害怕，你看你害怕，啊，疼啊，这么劲你，你别害怕，你别跑。你看你打我，我就这样。你看我不跑，使劲，你都来使大劲，使劲。你看嘛，没分量。你看我打你手指头，你别害怕，你老跑，我就打这个打不坏的。你看我就打你这顶，你看，你来就打的没点点。你看我现在我站都站不住，体力也没你重，年龄也比那个蛮人之兵。为什么我手下比你有分量呢？就是你拿着劲呢，其实都在自己身上，而放不出。哎，你发现看我没劲儿嘛，我就是一点劲儿都撂在这地方，都在这块呢。所以你就害怕，你打的就害怕。哎，要学这东西是技术，是艺术，不反抗。我一拽你，你肯定往后来，对不？像你要拽我，我就不从往后来，一拽我就去，对不？哎，说太极拳那讲究的四年不前进，四年怎么能不前进呢？小的怎么能升大的呢？他就靠记对方的劲。刚才我给你讲的那也是记忆，你去我就一转头，你没劲儿，我可来劲儿了。哎，你没声儿，我可有声儿了。他好多的地方都是这样，记你的劲儿，因为你像我一进攻，你一放直了，强攻直磨啊，你是啊，进头变进尾，我这时候进尾变进头，你看这个动作就是这样，哪个动作都是这个意思。比方说你一退我，你看他就一定是到头了，你看我就啪一声，别害怕，一上步。老我，看我这腿脚劲儿还不松，他就记你这个劲。哎，说你看你刚才我这一打手，你就一较劲儿，看一较劲儿，你的手一看你劲儿往那么去，我在里边接住了，我就打了。哎，所以说往往一打手，像他们有劲的好，这手一抓，这手一照，看啊，这么犯，你看他一犯什么，别害怕，我这手一去，这个早就等着了。不会说事儿了。他怎么能看到这样的？他就你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今儿社会，你这个他不倒吗？没害怕，他就倒了。
因为他这个地方我就停住了很久，扶着我去看，就这小狼啊，你看他就拿来，你看他不倒吗？对吗？是吧？要如果这里劲大，给我弄了那么鬼来，你看，你反正我啪一下就会又倒了，知道？我这药都不好使，拿回来。我不能让你扔进来，哎呦，我就会打你，这就叫游击战，你慢慢等啊，我给你看看啊，他就会倒了，你供我这个地方了，对吧？你是供我就快了吧，是供我就快了吧，你供我这地方我不守，但我供你就不守的地方，看到吗？说供守不守，守守不供，这才能避免双攻，避免叫雷，哎，对吧？你看你供的地方便宜了，我就快供你了，你那个放弃了，你连这种病人才供我这地方的。先给我领住，哎呦妈，你放弃啪，我这个走到了，我要能跳你悬起来打你，在空中打你，他是捡这玩意，所以这才虎泰拳四年不前进的。小雷在哪里？要聪明，你多大的人？你多大岁数？27，我63，你身体健康不？我北兵俱全，你体重多少？我126，你一百九，我126，对吗？啊，你这么一比哈，年龄一比，身体这一比，力量一比，你看你比我动悬殊，啊，悬殊。所以说，有事儿我看社会上推手，我给他们写那么几句话：四两千斤悬殊大，太极夸口于天下，不见四两胜千斤。只见老刘在顶家，这就是我对当前社会上的总体看法。他都较劲，没有不较劲的。哎，说你一使劲，我这一弄你弄不动，那不算什么难的。就你劲儿比我大呗，废物，我没有劲儿，我把你支了。你说这才算水平的，这才是能耐的。要不然的话，俺们女同志哪天能胜过咱们男的，对不？就是他连一拜的他也弄不过你啊，他必须要小的能把你打得破了，哎，他才能胜你。说你要打女同志，可能打不过男的，是不？哎，女同志要整完好了，也挺厉害，他不跟你较劲啊。所以说不较劲就这点就嫌让男。哎，就嫌让男的。什么方向都能记得，是嫌让不容易的。你看，我跟你讲一点。我们两人都是啊，输的对输的来的，输的时候你退我，你看我退你，看见没？谁赢了？他肯定把我退跑，你退你的，我退我的，你看肯定给我退跑了，那不费劲。但是呢，他就一退，你看我这么一退，你看吗？你看他早就啪回去了。哎，他害怕，还在一路，哎呦，压根没有楼梯那儿，下来了，不敢来了，你看吧，啪，我去了，你提心吊胆，心里都发慌，哎呀妈，我攒不住了，你看要掉坑，哎呀，当即跟你来一下，那他就害怕了，你看你要不害怕我，你来吧，我叫你不害怕我，你看来吧，看你使劲退，你看我这，你不怕我，你都敢下肩退我。哎，你退我没了，这里啥玩意儿？他不知道这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，他不敢去了，害怕。真牛津也不敢，真是真倒霉。